秀中音乐。好，回来第，我们是第几集？第二集。第四集，第二节，4.2集。OK， 然后这一节我们要讲什么 ？OK， 这节就讲一个很rough 的东西。然后这个是你跟我讲，这个是很多这些明星都有用的。嗯，他歌手了，他是最大力，他是最大力的那个性格 effect， 最大力的性格 effect。暂时到现在他还是他是最大力，然后他是他名字也是很吓人的，Big Muff， Big Muff， OK， OK， 是那个 Electro Harmonics。哎，啊 ，Electro Harmonics， 你继续分享，E H X。Okay. Electric Harmonics， 它是原件原体原包装 ，New York 进口，嗯，很实净一下咯，很实净，真的很大力这里，嗯哼 ，OK， 它是差不多我看有三粒这种single effect 咯 ，OK， 啊，比较起来，尽量调一调给你们看得到的 ，OK， 好 ，OK，So 它这个它很简单用，嗯哼，但是。医学难精啊，其实到现在我也是掌握少少的了。为什么？ Okay, 它其实主要的function是跟 distortion 一样吗？它其实是在 distortion 跟 fuzz 之间。嗯哼，它不能够达到 matter 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 matter 还不怎么流行嘛。嗯哼 ，matter 到80年代过后才流行嘛。嗯哼，对，这个70年代就开始有了的了。到现在还有人在用吗？因为这个哦，这样有它有出很多很多种，这个Electro Harmonics 有出很多种的那个、嗯、那个effect pedal 啦、嗯，包括 looper 啊，包括那个 delay， digital delay、analog delay 都有的。嗯, 那么它有出 nano muff， 也有出双子座，双子 germanium overdrive， germanium 是。也是一种导电体的。OK， 那个是怎么？以后我们再讲，不然离题。OK， 它就是一个 input 一个 output， 然后电源是哪里进？电源是这边进，中间那个。啊 okay. 可是它这个是很 vintage 的东西来的，很古董来的。所、嗯、以、so, 到现在为止，我还找不到那个，要有啦，要一 set 买啦，它是叫做 phone plug。OK， 它是我们这种 mono 的 plug。但是小的，很小个的，3.5mm。哦，啊，可是电源呢？电源靠这种很少见的哦。嗯、通常都是，所以啊，通常都是这一种。OK， so、啊、DC 9W 这一种嘛。So 它的这个就很难找咯。Okay. 那么我就用 battery。哦，每次你都用 battery 啊？这边开锁咯。So、嗯、啊，如果你们谁有旧的那个 adapter 坏了啊，那些一抄一抄歪呀、啊嗯，你出单给我了哈、啊，我都再找的很辛苦。OK， 所以它这边有三个 knob， sustain 呢，嗯哼 ，tone 呢，还有一个 volume。OK， 啊 ，so volume 呢是大小声哦。OK， tone 我刚才所讲的每一个 effect 通常都会有一个 tone 给你调它的 OK， 它的那个音色跟窄、嗯、我们讲音色了。嗯，音色。So sustain 也就是它的 distortion 多强啊？嗯哼。啊，因为同样的 distortion 强 ，sustainer 也会跟着强。OK，、啊、这个是一个他们共存的定义来的。啊，你把那个 sustain 开到完，你的 distortion 也是去到准的了。OK，、所以我刚才讲比较巴掉的那个 compressor， 它有 sustainer 功能嘛？所、okay. 以、so、sustainer 你开到完，它会跟着大声，它其实也就是那个 distortion 的效果。啊，因为你之前有讲听不懂啊，好像那个 gain 开大声这样，如果是 distortion 跟 overdrive 的分别， uh-huh. 也就好像是 overdrive 开大声。其实音量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 frequency 扭曲的很厉害，所以你听了会感觉到诶很大声，其实是那个噪音扩了，嗯，噪音窄的时候自然而然听了感觉会比较小声，但是音量还是一样的。嗯，如果你有那个 tester 的话 ，OK， 嗯，所以、so, 这个它不简单啊，嗯哼，它是三个 button 哦。这三个东西给你，这三个东西你可是不简单，可是不简单了，真的不简单。因为，它为什么这么大个呢？
其实它里面的电板很小的吧，它能够让你 DIY 很多东西。哦 ，OK，OK， 甚至有很出名的乐手啦。嗯、我们修一下 ，OK， 那个 page， 从一个 website 里面抄下来的啦。OK， 你看这个照片你就知道是很 old fashion 哦。很久之前的照片、很久之前的照片哦。嗯，因为黑白都有的啦。嗯 ，OK， 这一组呢，全部是 David Gilmour 的。David Gilmour 是一个大师级来的，他是、okay. 他是Pink Floyd 的吉他手兼主唱。哦、oh. ，嗯 ，So 你可以看，哎，这么他的这个不一样的，他的这个外表，嗯哼，因为不同年代生产嘛，或者是甚至、okay. 啊，下面这个就一样了，他嘛黑底的，嗯哼，啊，这个就比较这个。照片这一群照片就比较新潮一点的啦，可以看到这个是最早的啊，这个可能是在80年代这样啦，70、80年代、嗯、啊，这个可能在90年代啦，啊 ，so 哦，有些甚至他们拆出来自己改装，啊，这个就是 David Gilmour 了，这个老阿伯，这、嗯、这个是最近拍的照片了啊 ，no， 大家可以看他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的，哦，严啊 ，OK。So 他现在是岁月不留人了OK 那么他就有介绍这个 Big Muff， 这是 Billy Corgan， 这接下来这个 Jack White 啊甚至还有那个 Jimi Hendrix 啊，都是 Big Muff 的很忠实的 supporter， 很忠实 supporter 代言人，支持国货了，一路以来都是用，没有啊，不是这个是美国的、啊、David Gilmour 是英国人哦，所以是他有这样的声音，我以为他们是支持国货。So 他这个 Big Muff 呢，一般来讲我们可以用作这个音效的 support， 做音效的那个给他综合。如果你的 distortion 太强 ，Big Muff 能够把它缓和。如果你的 overdrive 不够 strong， 不够boosting 不够好 ，big muff 啊，这个 big muff 能够把它的那个 quality 提升，给它 boosting 更加的够力。嗯嗯，如果你没有 booster 啦，因为不见得每个要买一粒 booster 嘛，而且 booster 有时候会感觉上很多来啦。嗯，不过有时候看什么情况之下啦，因为普通一个。player 尤其是初学者来讲，嗯，你不可能从 A 到 Z 买到完嘛，对不对？对啊、所以而且这个 Big Muff 它的价钱不会贵，新的一块呢，新的一块马币大概马币380到380之间呢，这样真的不是很贵，不是很贵的，它是属于一个很好用又很实整又很实在的一个，虽然讲它很大力啦，很难携带。差不多一个multi effect pedal 这么大的咯。OK，so 你看到他们自己改装这个 Big Muff 啊，拆电板这个以后我拆我的现在研究了，我才跟大家分享了。你看到青色的啊，也是不一样的青色。那么它有美国有出产啊。Russia 有出产啊、美国的声音比较甜一点 ，Russia 的声音会怎么解释呢？一个比较甜，一个比较甜的反义词，有苦的吗？苦是没有了，没有用来形容声音，声音很甜，跟它就是那种 dry 的那种这样的。啊，这对它是属于 dry， 属于粗犷，属于 OK 不甜的、啊，我们的不甜的、啊、OK， so OK， 那么它啊，你看这个一系列这个，你看它全部，那么有些就很怪了呢，它可能把前面那个锯掉啊，啊，不要给人家看，因为 pedal board 是一个吉他手的秘密武器嘛。哦，对对，是的，这样他们这些是全部偷拍的。这个啊，这个我看这些照片是很难才拿出来的，所以他是啊，秘密武器啊，所以对啊，这 pedal board 是秘密武器来的啊，因为他的 tone 就是在这块板里面
调出来的嘛，对不对？嗯，好像很多个很多这种吉他手了，我不能够介绍了，太多了。这个是 YouTube 很出名哦 ，YouTube 啊，现在他吉他手也是在用这个了啊，还有那个 DS1 啊 ，DS1 也是一个很 famous 的 pedal。OK， 它是 distortion， okay, 而 Big Muff 呢是属于 fuzz，嗯，真正来讲起它是 fuzz 的类型的哈，所以 DS1 和 DS1 都会并排在一个专业的吉他手里面了，会常用到这两样东西啊，很多啊，多到数不清了，所以这个 Big Muff 是很 popular 的 ，OK，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 David Gilmour 这个 Pink Floyd 的，嗯，好，给他踩到不像样了，对呀、啊。OK，so 你看他 knob 啊，也自己改装，也自己换，甚至换去不一样的，嗯，好、哦，你看这个早一时期的，也有这个 tube overdrive， 这个也是 Big Muff 的了 ，tube 就是之前我所讲的那个 DAM 嘛，嗯，它是 clone 它的声音啦，不是真正有 DAM 在里面的，它是超模仿它的声音了，啊、这个他有分享一些怎么。它什么 setting 呢？所以你们可以自己上网这个网址去参考一下啦。嗯哼，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也是不能够一样举例出来。嗯哼，嗯，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楼爷在他中年的时代了，中年的时期了，他用那把红色的 shred David Gilmour， 对 David Gilmour。OK， 啊 ，so 这边全部都是他分享出来的了。嗯嗯 ，OK， 你们可以去上网找一找。OK， 嗯，那你有那个 distortion DS1 是吗 ？OK， 这个就是 DS1， 这个也是一个很 popular。OK， 啊，你分享 famous 的，给我们看。嗯，它是 Boss 的， okay. Boss 的产品来的 DS1 第一代，它也是很便宜。这个新的一粒最贵了，我看200出罢了。嗯哼，嗯，200出，其实跟刚才那个。So, 这样才100块，它整粒是铁来的。嗯，哦，我可以开给你们看啊。嗯，它的这个钮呢是 hand screw，嗯，不用嘎仓了。嗯，手转一转就出来了。放一个9 volt 的 battery 啊。对，如果你没有电源支架的话，9 volt 放 battery 咯。嗯，所以、so, 记得你们放了 battery， 这个 wire 不要在这个 spring 这边，不然你踩下去的话断了咯。嗯，对啊，除非你自己会 loop 了，不然的话，嗯。没有人修理的这个，因为说它这个 casing 啊，整个都是整块铁在这边，所以是很耐用，而且它很简单 ，OK， 整粒 tank 样底也是铁，它的 knob 你也是可以，你嫌它不够漂亮，你可以自己拆出来，嗯哼，啊，自己改装它的 knob， 嗯哼，哦，三粒都可以拆的 ，OK， 嗯哼，啊 ，so 这个声音等下有得听吗？有啊，有得听啊，我就 OK 停一下啦，然后。哦哦，没关系 ，OK， 没关系，由他，等一下我们统一下，所以等下一节的时候，我们再听一听那个声音 ，OK， 可以，那啊这一节我们休息一下，嗯，好的。